学打乒乓球就看全民学乒乓。全民学乒乓公开课开课了，乒乓球国家高级教练一对一继续指导，名额有限的，赶紧上乒乓网报名吧。正手拉球的这个动作啊，就不叫动作了啊，这全是错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去指点啊，这个错的太离谱，所以我建议你这个拉球啊，包括你这个反手拉、正手拉呀，都先不要去练，先把正手攻球啊、反手拨球练稳定了，再去练这个弧圈球技术，包括你后面发的这个正手啊挑台类球、反手领拉，那完全都是错的很离谱的。所有的视频你可以自己看一下，把自己看一下啊，都突出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重心后仰，一个就是翻腕啊侧翻，包括你反手拉也好、反手挑也好、拨也好，全是在翻腕。正手啊，不管你是正手攻也好、正手拉也好、正手这个挑也好啊，全都是大臂这个肘关节在往上抬啊，都是肘关节在发力啊，手腕和前臂完全没有发力。所以说你其他的技术练下去的话也是白练，只会把动作越打越变形啊，所以建议你把这种攻球这些基础的练好了以后再去练其他的这些技术。再看一下你正反手发球的这个视频啊，很容易看出来你的发球完全是靠前臂啊在用力的，包括你正手发也是一样，发完了以后拍子甩到这里来了啊，甩到这上面来了，反手也是一样啊，往上去这样甩啊，甩那么大。发球要发好根本不需要那么大动作啊，一点点就够了，力量就是那么一点点，靠的就是手腕的这么一个抖动一个寸劲，就可以把球发出各种旋转来。你动作越大这个力量越不集中，越大发出来球质量越差劲啊。看一下特别是反手发球，一点点就够了啊，一点点就够了。手腕一点点抖动就行了啊，你发的时候呢甩到上面去了是吧，都甩到上面去了啊，整个动作都变形了啊。所以发球呢也是要从简单的开始啊，先把这个手腕的这个稳定性练出来，手腕对球体的这个摩擦的感觉找到了以后啊，再去发什么侧上侧下呀啊这种球，不然的话你动作那么大发出来这个旋转根本就不强烈。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呢，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打开微信扫一扫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乒乓网，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乒乓球技术文章、乒乓网最新活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关注吧。